兄弟，你是硬汉哦！不猛啊，一句话、啊、就问你，那个我就跟那个塔单挑了，看今天是你倒还是我先倒、啊？你先倒，哎、嗯，猛男呢、欸？欢乐一点，我们太安静了。我是 carry 啦，我是 carry， 我怎么欢乐？我们在忙，忙着 carry 耶、欸，那专心，全心全意，对不对？杨哥说旁边的是琪琪的女朋友，我要确定。没有那么丑的，没有那么丑的吧？哎，你是怎样？你刘海在给我那么厚，这么长？我跟你讲，你怎么剪？说刘海打了，我剪短一点，都短很多哎。旁边修一修，然后后面给我用个后脑勺 ，OK？ 啊？我都这样剪啊？怎么用一个后脑勺？像你，你就是没有后脑勺的，可怜啊！没有后脑勺，有人是可以没有后脑勺的。发型就是没有后脑勺，你看一下我后面是不是有个后脑勺？欸、你各位挂台观众，那个声音自己要调节。等一下我不知道声音会不会爆起来。又是他们，又是他们牛哥，需要 carry 一波吗？哎、欸，哦，什么又是佛伦啊？这、欸、样我没办法玩哑脸、欸。你知道对面谁吗？你知道对面谁吗？对吧？牛仔。对面是仙佑兄弟，选出你的那一只口语。哪一只怪？这只可以吧？大波吧？维拉，有人选维拉？维拉强吗？你敢戴这种的耳机？哎、欸，这种人戴耳机。不是打啦兄弟，带不起来。陈吉峰怎么那么快啊？哎、欸，你回 IG 怎么那么快？好扯的。对吧？为什么我的都这样回？骗 IG， 不管是什么时候发，你都可以低。我要赢那个什么那个军团，我要赢他们。野防军团吗？对。乳房奶子怪，我也是乳房奶子怪、欸。你知道对面谁吗？你爸。Love 唯一。初吻 kiss， 恩天恩梯。跟恩天对线。你要死了啦！恩天恩天，哇，你小心点。不知道，当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死啊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死。你确定我三十几秒受伤啊？听姐、啊。你信吗？你玩什么？就靠！过招一下，奇哥，哎、欸、，S 万两个被时代淘汰的两个人，被时代淘汰两个，什么被时代淘汰？没事的。恩天太急躁了，你才被时代淘汰的，你怎么长太胖了？手指动不了。长太胖，手指动不了。那个血管里面都是油。血管里面都是、欸，你爆音了啦，兄弟！不是他偷到蓝，我太惊讶了。他偷到蓝，对，哇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，仙妖气死了，真的气死了，体息欧娘。刚刚不小心咬到炸药，炸到七哥又炸到我自己。被时代淘汰，哎、欸，我们掉了、啊。我们是自己淘汰自己，干嘛、啊？对，我们不是天择，我们是自己自尽。肥油手指男，肥油手指男，好扯哦。这样你会难过吗？兄弟？不会啊，不会吧。我刚睡醒啊，心情是完全可以承受这一切。手指肥油男，你这个很靠背，一直讲的不会停耶。哦，喂，完了，肥油男 carry， 太巧。哎，你重灯，你重进一下啦，你的麦怪怪的。哦，真的、啊，真的真的，看你就跟你说。吃东西不要在桌子前面吃，奶的油喷的到处都是。男的麦可以吗？可以。出我死了！完了，我死了！敢不敢救一下？敢不敢救一下？你死了！救一下！阿威！敢不敢挡一下？挡一下！挡一下！不要挡！我干嘛帮你挡啊？我想直接走没？你走跑掉啊！我想杀人啊！不要紧张啊，哥来了。你就这样离我而去，就走嘛！哎呦，看林庄哎，不会是要跳上来了吧？魔法长成，是人类智慧。这个会输哎！那不会，胖！中出，再干一发！
然后你跟初吻有心结哦，胖中初吻。那你也跟一八二。靠！我靠！哇，你被那个弓箭穿死了哎、欸！一箭穿心哎、欸！好惨哦！赛道的赛道，死得很惨呢、欸。肥油男，你不要。怎样靠背哦？我一直说哦，你这样我就会玩不好。你靠背，你骂我肥油男，我都没玩不好了。我看你，我骂你一次，你就一直杀对面，很强哎、欸哦。你看，你看。肥油男，肥油男，真的，多讲几遍，多讲几遍。给你红，可以叫我讲几遍，给我红，哎，随便你骂吧。OK 的。肥油肥肚男。我也可以啊，其实很可爱。这个其实是称赞，你知道吗？代表福气。福你老二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我都用福的。我靠，有点重，你知道吗？举哑铃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，干嘛？我变黄皮了啊？没事。在干嘛？我看很疯哎、欸。对，还没大到，帮我好吗？啊，碎！哦，好赚，好赚哦！你不喜欢仙叶哦？你怎样啊？你他把我塔，你说他死了？那个竹竿男闭嘴啊！竹竿男，那个不是阿亮称号吗？怎么给唯一了？骨头感觉听起来更瘦了，冬天也更难受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！真哇！香啊！香啊！啊哈！抓到！啊哈！哟！我靠！不见了！你打很痛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错、哦？他第一把出破阵，难怪他被秒掉。挡个！一把给我出破阵呢，是瞧不起我、啊？的，撞一下就死了。嘎嘣 ，Great！ 刚刚谁穿我的心？我就穿他的心。恩田枪也是，现在是肌肉猛男。哇、哦，很肉哎、欸！哦，没办法，他开着大包了，要包呢。哎、欸，都没人了、哦。高手对决，不错吧？不错吧？哎、欸，他死了，先又输了吧？这样他算输吧？他多了一个凝霜，哎呦，不累。不要紧张啊，帮你断下他下一段呢。射他！我操！再射一只，射一只。好扯哦！你这群老鼠会。好猛哦！哎，赢了哎！哎，不需要我嘛？哎，你们蛮强的啊！那我才刚出来，什么没看到？哈哈，叫老师，老师，知道还不学啊？完了！哎、欸，各位睡觉的，你自己音量调小，然后这不负责，然后吵醒来，我不负责。又能开讲的话，你看 ，S1 打野过气之战，流川枫，流川枫很凶哎，他叫过去流川枫。哎、欸，外送到了，听到了，对不对？去哪去哪？我听到了。哎、欸，外送到了，外送到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加班工太多啊，哎、欸，没空。先加班哦，等下等下哦。现在吃一群垃圾食物，好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薯条这样子吃的吗？娘炮！要沾酱。你不会吃薯条？薯条这样吃。
他当日本参加了。可是不行的，我删给他。你们这样，你拿那个泡泡薯条手，你不要来碰我，有屎。